这个优品加油站登记最公益，今年持续举办行动送暖加油观点最公益的活动。会员到的加油站是满3000点，将爱心转送指定公益弱势团体，都可以得到保健饮料一罐，协助受关怀对象度过难关，在行动当中会当感受到社会温暖。一间优品加油站号召民众加油做公益，加油观点做公益的活动。会员到加油站加满到3000点数，将爱心转赠指定公益弱势团体，就会当得到保健饮品一罐，协助受关怀对象度过难关，在寒冬中感受到社会的温暖。加油站是最简单的，只要你加油，我们会将这些积点点数，然后转赠给华山基金会。我号召所有朋友，这些点数可以换成爱心物资。但是二物资要干什么用？就是我们来照顾我们的社会上的独居老人，我们借由华山基金会来做推广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重点。这一次我们也呈现没要用这种来回馈给消费者，只要来加油，只要愿意将他平常的积点3000点，我们就送一罐价值70元的葡萄糖安宁。华山基金会台南美区站长林志尧表示，非常感谢到加油站的善举，让弱势长者有爱心的物资度过寒冬。11年来，我们有多少长辈是靠这些点数兑换的物资得以温饱？有多少的长辈是靠这一些物资得以生存？这些我们所有第一线的社工跟我们所有的义工都历历在目。另外，加油站也推出加油满额赠优惠的活动，欢迎民众做伙来加油站做公益，家己也为着家己的关节增添着健康的活力。记者陈嘉欣，东区采访报道。